爱的陆廷义老师，各位同志，各位发声港口发亮发亮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我头先去福建回过来，本来一天我走不走的，阿弥勒做这个牛，这个叫严格。一张呐，福建回过来，一张呐，去到新福建。到南京队来回去福建旅馆，我当天来去福建旅馆都回去到，经过成都什么文化，参加什么文化，但是你是拜地为爱心修，这段时间咱来在看好些，什么人做官清廉，什么人做官无清廉，是你的成绩咱看会到。你看蔡进宝哦，蔡进宝的那个职务为今天出名，假德恶扬，做官爱心良，那个比较各地的官心良，还是那环境中的官心良。我做旧议员到今年十三年，那就当做过三步啦。十三年政府是寸断，那个无去申请到。伊不会还咱对，因为咱无教就伊的对。咱无教就伊工资卡，现在咱教就工工资卡，为着工资卡少嘛不如。咱不是，咱还对党内边，无人去变工资卡，大家是为着人民的利益。坐卡骨就卖空了，外靠痛苦不痛苦了。等下我坐卡骨，我唔是坐内边坐卡骨，外靠坐卡骨，无通去开会，不三十个个。不要紧，伊现在卖互咱去内边开会，咱外靠咱趁教练，趁花教练，教练教练。咱台湾跨境跑进队，马来西亚因为咱叫马来西亚。所以发现跑去边的马来西亚各个吃咖料，人讲咱唔敢，讲咱会做，会讲会做，咱做会看。这边咱打扮，吃满地人，吃咖料咱惊在咱惊，是不是？这摆我偷偷来巴山，来搞做，来巴山，什么人不能来嘛？吃咖料唔通嘛？吃咖料唔通做，要紧。咱咧讲喵两喵之类，咱会论慢慢等，等等，等到咧机会再出来，这只喵这个只。咱福州最最贪污的代志，咱大家不知影。大有大只，小有小只，大官吃大条的，小官吃小条的。路边大灯起来，吃不卡小条。但是摆有时间哦。所以，请爱注意，咱的责任，咱国家，咱国家马来西亚是真正好的国家，咱国家比起比较于其他国家，咱真正好。咱的土，咱的土地，种什么种什么，种土豆种土豆，种豆的种米哦，种菜类种米，种油泥种油泥，种油脂种油脂，无种无种米，家不会吃草。但是在外国家无，咱若是去阿拉斯加沙漠沙漠一片，一年到下嘛，一寸差不多是袂出。咱去中国，咱选高个去，安怎？高个去天时凉，烧什么病唔得了？哇，咱全身正水，中国人偌痛苦，无法着天又花唔休。冬天到今年过年了，过来到国外，过五度，北京过五度，烧个袂死。咱一年到红三百五，下子物件物件，下子物件所在，物件出来，下子物件所在，那海水一出就好咱，我阿拉真正照顾咱，但是我阿拉照顾咱，好咱最最累，结果好现在各地的白沙子，直接在那白沙。
歌十年嘅真正真贵啊，真正真贵啊！既然有一个歌十年，真少人有两个歌十年，无人敢讲有两个歌十年哦。咱都唔哦，陆廷玉老师有可能爱接近，会使有两个歌十年，咱无。五十年前是咱的祖先，甲咱决定咱的前途。五十年过后了，是咱子孙决定咱子孙的前途。所以这票真正重要，这票真正重要。不管是什么人，好的人才咱都爱选，唔通选就成了白瞎这份。咱一世人五十年，伊就去一半二十二年。结果老一个，逐天开会肚皮的，阿不拉我来。成績無掛著，其他成績無掛著，伊會曉破世界紀錄，伊成為全世界破紀錄，全世界第一流的球場骨頭好。也就是大家做海景，啊，还做海，因为伊要破第二世界紀錄，还做全世界第一流的球場骨在時間。所以我赢不平，我赢翻国卡台。所以咱国卡的时候，我看你快整形，你赢整到两大鱼，那可以票最最，可以票最最，结果什么鱼分不了我就。大蒜，你空空心里大蒜已经两个人家破皮鱼，更好两无鱼。